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介绍一间芙蓉 SPA 按摩足疗养生方俾大家。咁个环境都舒服嘅 ，CP 值都高嘅，咁手法都 OK。咁地点都好方便，喺呢个江下站嘅 A 出口，一出咗出口咧就已经见到噶啦。咁大家喺呢个大众点评咧，佢有团购可以买嘅。咁价钱咧就百零蚊去到300蚊到啦。咁OK 嘅，咁。店主話咧，你第一次去咧，係唔需要喺大眾點評買呢個團購嘅，咁佢都會俾呢個會員價大家嘅。咁由呢個路去江下鎮咧，只係需要13分鐘嘅啫。咁啊，票價咧就係單程係3蚊，如果我用呢個深圳通咧，2.8，學生就過半啦。嚇，單程係3蚊，長者就免費嘅。咁喺江下站落车，咁喺 A 出口出，一出出出口你就见到呢个海英大厦，亦都见到呢个芙蓉 SPA 足疗养生方嘅招牌。咁我哋搭 lift 上13楼，喺 C 室就揾到呢一间芙蓉 SPA 噶啦。嗨，你好。是是。看一下。拍个照的。嗯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好好。这个环境漂不漂亮？多不多香港人来这个地方？多了。嗯，也挺多的。这个价钱都可以啊。对，然后一般人美团大众买的都是会员价。哦，就没问价。对，都是买会员价的。哦、差别很大哦。对，肯定的呀，因为你反正第一次来体验啊，干嘛呀，我都是算会员给他的。哦，第一次来就不用，这第一次来就不用了。不用你开卡，都给你算到会员，然后美团上啊、买单啊、大众买单都是会员的。哦，这就是我可以加收个这个会员制，来这个可以的，对对，第一次来就可以有这个会员价，不用加这个大众点评了。对，因为我就是为什么哈，抖音和大众都是搞会员，因为有的客人人家不愿意开卡，那肯定也要给他算一个机会嘛。是，算会员就是。那里面有客人啊。哦，就没关系，好。这里有看。我加熟的地方，跟你啊，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有，这边还有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哪个？汗蒸茶。这是汗蒸茶。对，这是汗蒸茶。可以。24小时营业。哦，24小时。嗯，随时都可以到达的。哦，就方便一点了。是啊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。上面可以加微信，你来的时候你提前微信，就是30分钟微信，我来多少人，我给你安排多少技师。哦，这样的。对。好，可以，我知道。店里待了一大堆。是。技师都在宿舍那边。男生会多一点啊，宿舍。可不可以留宿啊？啊？好，可不可以留宿？留宿是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是小店。哦，就这几个房间，水费的话就可以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